观众朋友，我们文化部的高局长，还有我们研制发国策顾问，以及我们台北市都更协会的尤理事长，以及所有的好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很高兴每年在这个时候，我们文化部都有赞助我们台湾影人协会，然后由我中流公司来主办这一场，好像大家都很期待，每年到这个时候就一直在问，这一次我还怕不晓得票再换了出去，结果跟他对起大家呢招一个题目而已，就让拖工票都没到分，应该如果要继续听，像我们应该是巨蛋哦，小巨蛋的人满山都是人客家弯弯弯，今天呢，恁头个看迄个节目，喜闻演员，伊哪能做无用？我用伊啊，甲伊贴着，因为阮当年拢合唱团开始，节目才阁开始。我今年有少改变一个方式，恁大家看了，毋知有满意无？啊，恁大家真辛苦，演戏真正好。我今天是会办这个节目吼，啊，搁抓这个时间，因为人生就是戏，人生本来就是个舞台。啊，我在，伫我在生之日，搁我十月七八来办阮这个，阮的四十周年的红包酒会。阿姐。今天是正刚是暖身，予恁大家来甲我见面小看。我希望会当我一年过一年，红宝石是四十年，金宝石是五十年，金婚过来的钻石啦，钻石六十年啦。我看迄个日子有影，我有嘞。啊，你阵你才一百岁尔尔，你这个至少爱搁活咧三万工啦。不管偌济冬，每冬，我拢希望会当甲大家见面，希望甲大家会当做伙。多谢，在这感谢文化部，有您的支持，我们才能办第十届的台湾经典电影演唱会。他那里瓜，画那里样。我们更要感谢我们中国电视公司，还有蔡衍明爱心基金会。的支持，也感谢台北市土地开发都更协会的尤理事长，宽平的尤理事长的支持，有你们，我们才能一届一届的办下去。感谢大家，我们后面还有很多的精彩的歌星，精彩的节目，请大家慢慢观赏，谢谢。那个尤理事长到了没？还来半个钟头，来半个钟头，阿 K K 有打电话来，尤理事长在，哦，夫人代表是吗？哦，夫人代表，还有你们不动产协会的好朋友们在哪里？要不要站着给大家？好，给你们鼓掌哈！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我知道你们是赞助单位啦，天空那波这个赞助，这波都做不起来。啊，这场反正大家看不起的，这钱拢是咱文化部阿哥五，我们尤理事长大家的支持赞助，谢谢你们。还有旺旺，好，给我旺旺中心哦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。谢谢，谢谢。